唱得很大声的话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要唱得更大声才可以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我们刚刚调好时间，现在调一下音量，稍微再转大声一点点。要会唱才可以。这首歌，等一下，我是说唱歌的部分。这首歌呢，让我们那个帅气的吉他老师来教你怎么唱。阿凯老师，您吉他手，我知道啊。阿凯老师，又帅又会弹吉他又会跳舞，而且很会唱接下来的这首歌。他要一边 solo 一边唱歌给大家听，掌声加尖叫，吉他阿平老师。老师，这个 key 可以吗？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什么歌？要有温柔的，是不是？要放低一点点，可以撑比较久。And I sa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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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y hey.身高还高哎，你的身高差不多是162。会唱了吗？这首歌？Thank you.
下，我们要休息十五分钟，因为我们的鼓手需要休息一下。好，开玩笑的。好，刚刚有唱很大声吗？有。有比唱阿多乐团更大声吗？有。非常好。我的海报还剩多少张？海报拿来。哦，一只手指头的数字。海报。怎么办？越难的，因为海报是限量的，各位同学要拿出你的热情、你的歌声、你的掌声、尖叫声，获得这个海报。老师，音乐请了，烧声了。成熟日子。